家好，又是第是不是五十九啊？不知道是不是？不知道是不是第五十九集啊？仙人爺話 ，Hello， 我是仙人，我是心意。哇，唔覺唔覺做咗五十幾集咯喎。係啊。咁我哋要回一回魂先啦，要。係啊，今集我哋係講回魂嘅。咁唔係周星馳嗰個回魂嘅，係真係講回魂。咁喂。心怡回魂呢，咁回魂係要個人死咗先回魂噶嘛？係。咁我講翻我以前我有個我有個阿伯咧，佢真係做足曬嘅。嗱，以前中國人係點咧？你真係有命去到六十，就做大壽咧，佢會做一做定一件衫嘅。嗰件衫咪叫壽衣。哦。咁咧，嗰件衫就要嚟，第你百年歸老著住佢瞓落去嘅。咁佢係啦，真會有人幫你換。係啦，佢仲要咧做完大壽之後啦，去到好似咪七十嗰年咧，人哋就整定副棺材啊，得閒啊每年上油啊，即係你未死抹油，上油浸油，上又驚蟲蛀爛啊嘛。哦，佢就唔係嘅，我哋鄉下咧就整條木，即係一條足夠你做一副棺材嘅木擺喺度，咁你容易保養嘛。你一副棺材成日要上油噶嘛，咁佢就即系你一死咧就即刻用噶啦，點知佢咧用唔到，因為唔俾土葬。哦，佢喺大陸死啊嘛。因為一定要火葬。係啦。咁擺喺度咪冇用咯。邊個啊？冇嘥啊！嗰嚿木。我諗佢幾個仔賣咗俾人啩，冇嘥啩。係啊，咁嗱，我哋頭先講咗人過咗身啦。嗯，要著壽衣啦。著壽衣啦，跟住就有分開。頭七啦，即係死後嘅第七日，即係其實你知唔知點解要分開咁鬼多日㗎？有七個七㗎嘛？我有聽講過，因為人咧係有三運同埋七魄㗎嘛。係啊。咁每一次做七咧，都係每一個魂魄。唔係送走個魄。我送走每一個魄啦。咁其實係有好多種，即係祭祀係有七個七啦，就係、是。頭七去到七，第七個七，四十九日咯，先送走曬啲魄啊嘛，係啊，冇錯。咁如果大家唔知道頭七係咩咧，哇！鱷魚真係詳細，我俾條片大家睇下。生老病死係人生必經嘅階段，面對至親離世，在世嘅親友總希望好好替佢打點後事，等先人早日安息。根據傳統的喪禮習俗，死者死後的每七日都有祭祀的儀式，由頭七一直做到尾七，持續至死後的四十九日才至大功告成。期間死者的靈魂會返回陽間的居所探探親人，稱為回魂夜。儀式頗為繁複，因應現今繁忙大都會的生活模式，喪禮現在已經一切從簡，一般只會在先人的頭七、回魂和尾七做祭祀的儀式，所以也有很多人會因此而誤解頭七和回魂屬同一回事。人死之後每七日就一個魂魄消散，到了七七四十九日，七魄已經完全魂飛魄散，天魂歸天，地魂回到墳頭，人魂則往投胎，因此祭祀法事由頭七做到尾七。人死了之後的世界漆黑一片，因此屋企裏面有白事的人會在門外面掛白燈籠，點白蠟燭，為先人引路。而殺溪前呢，原來都有相同的作用。頭七回魂夜有五大需要知道的事項。第一，頭七回魂夜是逝者故去之后第一次回阳间探望自己的亲人，七七祭日之内正是逝者的中阴期，亡人阳间意识还未有彻底断除，即是说在七七祭日之内，死者还未知道其实自己已经死了去，严格来说还未可以称得为鬼。所以头七回魂夜的第一个要注意的事项，就是死者的家属是这一人一定要怀念先人，千祈不可以为了家庭琐事嘈喧巴闭，口舌纷争矛盾，等死者伤心遗憾，留恋红尘，不肯离去。第二，
回魂夜当晚会有牛头马面、大小二鬼四位阴差鬼兵护送死者的魂魄回屋企。而供奉四位阴差鬼兵的祭品当中，要严忌牛肉、马肉同埋狗肉，最好多啲嘅素菜，越丰盛越好，去报答酬谢四位鬼差，希望佢哋唔好难为同埋打压逝者。第三，记得喺屋企里门口摆放一碗清水同埋一碗五谷粮。摆放清水嘅意思就系让先人洗去尘埃，消免灾难，安心上路。而摆放五谷粮嘅意思系避免煞气，辟邪驱煞。而一碗嘅清水同埋五谷粮，在第二天清晨就咁喺门口抌咗佢就 OK 噶啦，千祈唔好食咗佢啊。而第四，先人头七一日咧，系千祈唔可以去坟地咧去祭祀嘅。原因系传统话，呢一日如果去坟地祭祀咧，系会相冲，系好唔吉利嘅。而第五，假如屋企有大肚婆或者死眼仔，应该尽量回避。避免同死者或者各路阴兵相冲相撞，而一啲意外或者喺灾难里边逝去嘅死者，通常都系喺头七翻嚟屋企报梦俾亲人。而喺呢一日，假如你撞到你嘅先人，千祈唔好慌张，亦都唔好害怕，应该耐心细听，听下你嘅先人有乜嘢嘅交代，好让佢安心上路。哇，爷爷，我都是四眼的，咁我系咪要戴抗粉啊？嗰日其实咧，喂，鳄鱼四眼不是咁解嘅，四眼咧系大肚就叫四眼。哦，因为 B B 有两只眼，自己又有两只眼。系啦，所以戴眼镜，所以大肚婆又叫四眼婆嘅。哦，系啊，所以就要回避啦。但系佢话听先人讲嘢，嗯，啱唔啱啊？我会问佢嘢，因为即系我老豆走咗啊嘛。梗係問佢喂，屌講六個 number 嚟聽下先啦，係嘛？你老闆你身家冇剩俾我？六個 number 係咪就係嗰個你想講六合彩 number 定係佢銀卡 number？ 我記得我老豆咧，我老豆走嗰陣時咧，我家姐係佢曾經我老佢話佢我老大報夢講我個 number， 即係我老豆幾偏心報夢俾我家姐聽，話佢係曾經講過幾個 number 俾佢聽嘅。但他唔記得咗。佢唔係唔記得，佢記得。佢成日以為我老豆同佢講馬。嗯。查實嗰只係股票 number 嚟嘅。哦。但係嗰日真係贏錢嘅喎。哦。佢成日以為，即係譬如佢係三，譬如佢講三七六咁啊。嗯。佢係成日以為三長七搭六買 Q， 咁啊成日諗咗去馬嗰度，點知原來係講只股票嚟。但係嗰只股票真係贏好多個價位嘅喎。咁咪蝕咯，冇買到啦。咁佢買錯啊嘛。係嘛？但係人死後啊，頭七啦，咁啊要計算佢回魂嗰啲嘢噶嘛。但係我有啲陰陽眼嘅朋友咧，佢話咧未到回魂之前咧，佢都會見到啲仙人劇。佢咪你見啲人死咗咪有支蠟燭嘅，一引路咁啊要嚟。佢話佢企喺度，企喺個門口度等。點解？佢係咪因為？有土地公公，所以佢入唔到屋企。唔係，逢係死人咧，你屋企有死人咧，你就要將所有神台啊嗰啲咧，用塊紅紙包住佢噶啦，咪入唔到屋噶。哦，我又試過，我個朋友就試過見過，佢又有陰陽眼嘅，佢住嗰啲公屋咧，就見到咦點解又奇怪，有個人企喺嗰個門口度入唔到去，跟住咧。佢就望到就乍睇唔到啦，就係見到個阿婆企喺度。咁啊借啲椅，第二日去問嗰家人：喂，你哋個新人過咗身，你哋裏邊係咪做少咗啲嘢啊？咁樣佢話咩做少啲嘢？你有冇包住個神位啊？佢嗱你啲屋村咪唔可以整咩嘅？你唔可以裝土地同埋天官噶嘛？你門口不可以整那些東西嘛，但你裏面可以整個神位的嘛，他原來沒有找紅紙包住，所以他的先人回不到去。啊，好慘啊，成晚站在外面，好慘啊，沒人開門給他，好可憐啊。但我們鄉下流行這樣的，我不知道別人的鄉下是怎樣，我們鄉下很過癮的，如果有人死呢，
就誒，即係鄉下計啊，那個仙人就擺翻啦，擺喺個廳度啊。跟住條屍定係咩？成條屍啊！食飯都要圍住佢食噶。哇！係啊，食到誒，食到佢回咗魂，去到睇下先。你計咗日子，跟住上山、都要喺嗰度食噶，圍住條屍嚟食噶。咁咧，佢哋就會誒、譬如誒、夜晚咁、頭七定咩咧，就揾幾個人咧，咁一人坐一邊咁喺度唱歌唱咩歌啊？即係唔係唱歌，唔係唱嗰啲歌啊，係用唱歌嘅形式咧講翻呢個過咗去嘅先人生前嗰啲嘢嘅喎。哦，即係一齊去回憶翻同呢一個先人有啲乜嘢？係啦，即係譬如你同佢啊，又話誒、我生前啊，佢又對我幾好啊，咁樣唱嗰啲咧，嗰啲嘅喎，但係唔知要唱歌嘅。它是用唱的形式的，不是講的，即不是好像人家用一些方言。你的西方那些基督教那些就不准喊的嘛、因為你去回主懷安息那裡，那你就有一班人在講你生前啊他那些東西的，我們的鄉下就不是的，你是用唱的形式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懂唱的、是不是？如果有欠我錢就唱不唱得的，唱佢爭你錢咯！喂啦，你個冚家拎爭我啲錢，撲你阿街，你死都唔還，你老尾你話你咪記得報夢俾你啲仔女還翻俾我啊！咁樣係咪咁唱嘅？但係我都可以㗎。等我得閒，我都係得閒問下佢。一出門口，佢嗰家人攞刀斬你。咁我哋講完頭七咧，講過後，我哋翻嚟講回魂。